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给它进行面部的导入。有什么感觉？有热感吗？嗯，没有，目前没有。我们再尽可能，的能量下可以调节再大一些。现在是3.0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些，做到5.0，这样导入的更快。在鼻子部位，我们可以用小的、小一点的头，我们调节一下，转换一下，小一点的头，也是调成5.0，可以做鼻子，还有额头。上唇